let's go ahead。七公里山路，沿途风景优美，大家边走边聊，释放工作压力。人要自爱，才能爱普天下。对。只要念出彩绘石头上面的话，就获得一本近思语小册。施工也木心木爱，让活动更有意义。所以我们这个要送给你。你弄满了，你可以去送你自己要的 charity。我们你可以，我们有什么礼品，你也可以送回来，都可以。队伍当中有的是全家参与。江宏进这家人特别来表达感恩。我先生有身体原因，那当时我是非常的无助，投出这个援助之手的是慈涛师姐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所以我参加慈济，我参加慈济就是因为我想对别人感恩。龙俊今年将要上大学，帮忙设计这次活动的募款网页。而在平时的街友认识发放，也都可以看到江宏进一家人的身影，全家人翻转手心，用行动回馈社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赖继腾、林慈轩、刘继兴，美国报道。